喺一齊，你有冇作大噶？真係冇咧，公司話我攞到最高營業額經理獎，真係實至名歸噶。想好似我咁強，最緊要好似我咁對工作充滿熱誠，每單成交都做到100%超水準，精益求精，一日之間又點會由冇變有啊？咁啲業績報告呢？啲業績報告就證明我冇講大話啦，每單雕都做到零水花收足傭。其實我一向工作都好有目標嘅，唔好怕前面嘅路幾難行，只要有決心，一定會做得到嘅。點解做咗十幾年都諗唔到嘅咧？公道啊，自在人心。